住着有你的镜头，反复回看在心里。哎，对了，瑶瑶有个儿子，你知道吗？要喝什么？红茶可以吗？好啊。是我儿子，不太像啊。都说他像爸爸。多大了呀？5岁多了。听说他一直在澳洲跟他爸爸一起生活，最近好像要回国了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其实你这脑子呀，平时觉得你挺有心眼的，怎么关键时刻像个木头一样？我话可放着了啊。你这么关心瑶瑶不太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路见不平。去你的路见不平吧，我看你更像爱屋及乌吧。哎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跟杨华假戏真做了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前女友这样的存在不适合用爱浇灌，斩草除根最合适。所以瑶瑶这事儿你就别老往前凑了。你记着，千万别让杨华知道，万一他们两个旧情复燃了你怎么办？你要是无所谓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这可排着队呢。拜。哎，聊到关键就挂电话。哎，陶俊辉，你怎么睡这儿了？喝多了？醒醒，醒醒！哎，你来了。我来了，都把自己喝成狗了，你知道吗？别在这躺着，起来，着凉了，起来。等我马上，我拿着，起来，起来吧。你的车到底停哪儿了？车，那边。那边是吧？嗯，那边。你下来，我还是给你扶到电梯那儿，你在那儿睡吧。我都找了一圈了，你车到底停哪儿了？你想想，到底停哪儿了？睡，我不睡吗？车。上面，上面，你确定啊？上面，嗯。